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至十七节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其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哪、啊，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环张在我眼前。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，毁坏你的，使你荒废的，必都离你出去。阿爸父面对尚未信主以及信了主但如今不冷不热的亲爱的家人，我来到你面前，先为我们家过往彼此关系中的一切伤害及不信任的鸿沟认罪悔改，求你赦免我们的一切过犯，也感谢主能给我们做父母的机会，能站在破口中，在你的爱里为我们的孩子持续代求。我们相信你的救恩必会临到我的全家，你必会使我们的儿女急速归回，因你是我们家永恒盼望。感谢你对我们的恩慈顾念，赞美主，阿门。